彩绘长袖女吴勇。西汉彩绘长袖女吴勇，陕西西安百家口出土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这是一件西汉彩绘长吴陶俑，高50厘米。这件彩绘陶俑抓住了舞女舞动长袖的一刹那，把轻盈舒展的柔美的长袖舞蹈刻画得生动传神，是汉代雕塑艺术品中的杰作。长袖舞是汉代著名的舞蹈。西汉时期，国家统一，经济繁荣，生活稳定，贵族和官吏对乐舞喜爱，使乐舞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。长袖舞就是当时盛行的舞蹈之一，其特点是舞者扬起长袖，在空中飘扬，忽如烟起，忽如鸿飞，给人以飘洒的美感和游龙登韵的神韵，是长期形成的审美观念的反应。陶吴勇，西汉，高50厘米左右，徐州图兰山楚王墓及其他墓葬出土，现藏于徐州博物馆。吴勇眉目清秀，身体前倾，扭之折腰，身姿娇柔，随着舞步的变化，体态成优美的 S 型，把汉代女子窈窕优美的体型，稳稳轻盈的舞蹈动作定格，舞姿变化无穷，动感十足，是西汉早期舞蹈形式及造型的实物资料，弥足珍贵。